NBC 2019中秋特辑偶像明星锦标赛方面表示，在大家的关心和喜爱下，从2010年开始的奥运会今年将迎来10周年。此次节目在现有的人气项目田径、射箭、点球大战的基础上，顺应时代潮流追加了新项目，随后将公开各个项目参与的偶像阵容。此次节目还组成了最强的教练团队，为偶像们助力。此次奥运会将于12日在高阳室内综合运动场举行，部分有场地限制的项目将根据计划追加进行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